来开饭就吃。一班大叔开饭喽！开的开心，开的高。大姐，你是不是以前唱戏的那是？青藏高原的，那就是青藏高。来个掌声，来个掌声吧。好，哎呀，厉害，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这个声音亮啊，可以亮。能文能武，能吃能喝，这才叫能哭能笑。老板一分钟不夸我就没有力量干第二分钟。10块钱管饱吃不限量，哎呀，吃多少吃多少。有啥东西了？哎，油泼面、手擀面，都是手擀面。我就是卖面的。共产主义的思想。师傅正在做啊。大叔好，大叔。哎呦，漂亮啊，这个牛肉饼，这咋这么大？好，不用吃了啊，10块钱管饱吃啊，不限量啊。哎呀，大姐性格可好了，可开朗了。我的性格可好了。嗯，看你声音。老板面前夸我，别夸我。悄悄的跟老板夸我。哎，你们不是夫妻啊？我也是。是夫妻。我得叫他老板了呀。叫老。是夫妻。这个锅有多大呀？一米。一米啊。70年以前的大锅啊。70年以前大锅。对，70年前大铁铸造的。铸造铁锅，这锅用了70年了。对，老锅。哇塞！爷爷的爷爷，爷爷的爷爷。这个锅是绝对人造的，一看就老味道啊！大姐，那你们是家的味道，妈的味道。是天天干也不行，累的不行。老大姐，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快70了。快70了。你这精神状态，真的，你真的觉至少年轻20岁啊，这精神状态可以。是啊。至少是，我觉得就顶多就50岁。哎呀，这状态，声音那么，声音那么洪亮，是吧？我一天不让人夸就受不了，全民夸都过了，夸精神不爽，不限量。哎呀，烧肉，两大道烧肉哈。哦，哇。哦，还有豆芽哈，还有豆芽。那这是啥？哦，专门过来吃大烩菜的。哦，算了，啥情况？王叔，这一大锅能出来多少碗啊？大概80来碗。80来碗。是续的多，他腌上以后再吃，再舀，再吃，再舀，就是说纯利润，也就是个60-70碗。纯利润60-70碗。啊，舀出去完，人们都续的，他们在膨胀。韭菜。干杯了！四爷了啊！呀，哎呀，喝醉。哦，好，现在开始下面了啊！大叔，这都是手擀面吗？手擀面哈。谁请客？谁请客？不要，我拿走。大爷诚心的，对不对？大爷诚心的，来，下次你请啊，你。来，下一个，红皮醋，黑皮筷子，红皮醋。看到了没有？黑皮筷子，红皮醋。哎，大爷，吃了再咬啊。嗯。都不卤子面啊。哎，哥。都是我的哥。可以可以，来点韭菜啊。好嘞，我现在去吃一个。十块，好吃。大叔，味道怎么样？这面。是的，是的。能吃几碗？能吃3碗。能吃3碗。吃完了免费去啊。找个阴凉的地方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一碗怎么样？10块钱啊，烩菜面免费吃啊！哎呀，在太原很少碰见这样的美食啊，
随便吃十块钱。在山西地区啊，这样的十块钱的随便吃吧，这种食物还是非常少啊。我记得山东、河南比较多，擀面。吃的不赖啊，山西人就爱吃面啊。我来到山西也爱上了吃面。这个烩菜做的很有味啊，很有味道。欢迎太原的朋友啊，给我推荐这种物美价廉的美食啊，比如十块钱的大锅菜，十块钱的自助餐，无限吃，随便吃，这种我就喜欢。拿走，吃的开心就行了。吃的大哥买了一大盘啊，十块钱，拿走，不好看、啊。今天。